That's a board. Hi, how are you doing? Yo, James. Of course I d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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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们今天没有，今天其实只是上来跟大家无聊打个招呼而已。我们刚刚去仓库包装整货，然后刚结束。哎。司机在开车，司机在开车。老板好，驾驶驾驶，马上停止进食。为什么？这现在这个时间是吃哪一个？刚刚包货太辛苦了，所以一杯珍珠奶茶犒赏自己。可以再看一次司机吗？安全驾驶，安全驾驶，不要吵他。啊，帅哦！说着说着，孩子就出来了。我要去台湾，韩国粉丝，韩国 pen， 여러분，在喝珍珠奶茶，因为缺糖。对，我们现在太累了，连续包货整货两天。终于见到活的你们了，能配这么就好。我现在 office 整个 mute 看，没有啊，只是没有什么事情特别要讲的事情，只是因为开车无聊，现在要回台北，所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还好吗？最近还好吗？最近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最近天气有时候凉凉的，有时候又很热，大家多穿，注意穿衣服，不要感冒。对啊，前几天下雨下很大，下好久，下到发霉了。梁总真的要去哪？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了。对，可以多发限动吗？我限动很多嘞，我自己都觉得我限动发很多了。天冷了好多，你在哪里？团长头发好长，对啊，我现在算是长发男了吧 ？Hello Hello Hello， 衣服很漂亮，漂亮吗？他应该没有塞车吧？等一下就要塞了，快要塞了，现在刚好下班时间，马上要塞车。长发美男子 ，I miss you too。
要不鱼说话慢一点就不用字幕。怎么没有紫色？紫色说来话长，我们可以在那个 NU 的直播里面，明天晚上九点。哎，对，明天晚上九点，大家记得来看哦。我们会介绍我们这次所有的东西。对，对的，所有的一切事情。这一次的于静会去看于静吗？于静会去看于静。现在有一部电影叫于静。哦，于静。不知道了，他没有，我没有演出，有点难过。司机开车很稳。杯子还有别的颜色吗？杯子没有，这一次只有一个颜色。可以在那个明天晚上我们直播里面来看，你就会看到很多我们内容没有露出的内容，未曝光画面，未曝光画面，对。去上班，拜拜。给司机一点镜头。司机开到太困了，塞车了。开车了，开车不会紧张吧？为什么开车会紧张？明迪不会开车啊，开车很轻松啊。司机有点帅。有人说 Andy I love you。 我们这边是跳表，跳表计费。你说我吗？对啊，我要钱啊。Hi from Italy。 但是你看起来很像要出游的小孩。没有，要回家，回家。下班的小孩。出公差有吃什么美食吗？没有耶，因为我们昨天包了七个小时吧，然后站着去，因为那个台子是没有比较高的，所以没有办法坐，也没有椅子坐在仓库，我们站着七个小时，就连喝水的时间都不太有的那种。然后我们回家都不讲话，不讲话，完全力竭，力竭。我们在包装真的也是蛮辛苦的，蛮辛苦。拆纸盒、装纸盒这些，今天都包完了吗？包完了，包了两天。我希望你们来韩国两年前的 fan meeting 真的很 miss 的感觉。啊，两年了。两年了吗？有两年吗？不是去年了是吗？去年吧。啊？新一波影片何时会释出？这一期没有影片。为什么团长是有这种？因为有在保养啊。见彼此家长心情如何？见彼此很常见啊，所以还好。有想要来香港吗？我之前待过香港一阵子，衣服都好好穿又好好看，对不对？这件衣服真的是，我们新的衣服，我们新的衣服也是很好穿，对，材质也是很好穿。去年吗？真的很久的感觉。五月在华南银河前台，结果那时候没有注意，我回家看这一堆。为什么？那时候你是看谁？看宋博伟。宋博伟大出还是庭云还是夏腾宏？夏老师。华南时候香港上映，材质超舒服。真的在一起了吗？你觉得有就有。初梦轩大出。哦。是不是我们这个材质没有在开玩笑的？对啊，我们现在质感是对很优先，最优先。我们一定先优先要求材质。打篮球的胸肌，打橄榄球的胸肌。Marco 老师最近好吗？身体还好吗？跪求来香港。香港，可是香港现在很热耶，香港是比台湾现在还热啊。
港，好久没有去香港，香港应该有四五年。彩色刺绣，对啊，欸，彩色刺绣我们是一个，其实对，对啊，其实那个颜色很，对，那个颜色直播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啊，彩色的那款色块里面，本气房穿四宝差点冷到感冒，太凉了，欸。可是这件衣服真的，你在冷气房里面真的会凉凉的，真的是凉凉冰冰的。台湾比香港更热吗？假的。你得去香港做什么？刚才我们这，我咬个珍珠。我们这几件衣服，我自己都很喜欢，自己都有留。我们怎么每一次都觉得是，现在从这最好一次，每一次看都觉得是最好一次。对。不断的进步，而且那个胸口的那个刺绣，你看到本人就知道，它是真的，它有凸起来，真的是立体的，它不是只是厚而已，它是像这个就只是比较厚的刺绣，但这个其实有些人已经称它为立体了。但是新的大学 T， 它的胸口的刺绣是凸起来软软的。刚好香港要台风，明天见，明天见，近一点看不到。大陆能够买得到啊，大陆可以，但是大陆它好像有金额的限制，不然就要提供你公司的名称才能运，好像是800块人民币吧？对。对，这个就比较，要不然就要拆单。对，要不然就要拆单。一单不能超过800，一年一单不能超过800块人民币，不然就会被退回来，就是无条件退回。海关的规定没有办法。美国都买得到，这么远都买得到。我之前都有寄到美国啊，德国啊，还有寄到欧洲，对不对？比利时也有寄过，也有，想喝同款饮料。Love from India， 这么严格什么意思？这么严格？团长在喝珍珠奶茶，对啊，我在喝珍珠奶茶。我的手摇看起来特别好喝，没有啦。拍卖拍卖，手摇。不行了，好好上课。今天有上课吗？今天礼拜几？今天礼拜四。哦，还在上课的。会留子墨吗？应该不会吧，这个子墨没什么重点，好像有重点是你喝珍珠奶茶。重点我表演喝珍珠奶茶给大家看，喝真奶的证据，变胖给大家看，喝真奶的证据。Hello。司机没有饮料吗？司机喝无糖乌龙绿。有老苏的声音。其实我觉得喝真奶就要加糖，欸，我没有办法接受真奶不加糖。其他饮料我都可以喝无糖。就是既然你要喝真奶，好像就喝，就是要肥胖啊，分也好，就是要肥胖，对啊。没有人在真奶健康的吧？如果我要喝的话，我就会喝有糖的。对啊，真奶，既然要喝真奶的话，所以我都不喝。YT 应该有人录下来吧？我最近有想，不知道，我想拍 YT， 有一个主题，想说接下来可以拍一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最近一直在研究剪影片的东西，我觉得我。进步蛮多的，剪接部分，之前很多东西就不会操作。我觉得可以弄啊，真的可以弄。嗯，拍一拍 YT， 记录一下，
也是自己一个纪念。对啊，我觉得不错。我喝几分糖？我是全糖的。拍起来，拍起来，请留库存。库存？什么库存？应该说直播留档。直播我不想要留档啊，这个太没有重点。羡慕可以驾驭这个桥段。旁边的人可以看一下吗？旁边没有人的，只有我。Robot Taxi， 嗯，无人驾驶。拍 vlog， 对啊，我想拍一些 vlog， 然后对记录一下生活中特别的一些小事情。头发打算留到什么时候？留到什么时候？留到10月底吧，然后直接剪个平头。大家把握好最后秀发的样子。当 YouTuber 留影片库存。无人驾驶的语音怎么这么好听？有吗？前方3公里，右转。桑巴不热吗？我觉得我已经熬过最热的时候了。已经熬过去了啦。对啊，其实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剪短，因为之前戏拍完了嘛，所以其实现在是可以剪，但是我就觉得说长发已经熬过最热的时候，然后现在剪短有点可惜。对啊，到冬天可以保暖，要剪应该也是明年春夏的事情吧。嗯，但是我想要修啦，我不会再继续留长。我就对啊，会修厚薄度的长度。修是一定要修啊。嗯。修脸。没有啦，没有真的要剪平头。大家期待了一下，害我都期待了。平头也不错啊，但我觉得我比较适合长头发。我也觉得你比较适合。我最近在看照片，我觉得你长头发真的更好看，就是比较有自己的感觉，不一样的感觉。不然短头发好像，短头发也好看啊，只是长头发比较有个性吧，我觉得。长头发比较成熟一点。对，留着可长也可短。Good morning to Brazil. Brazil.、Wow. 可不可以只有说说你。长头发很好看咧，长头发好看有特殊的气质。对啊，我现在自言自语。对啊，我在自言自语。因为塞车了。我经过我的高中了。大直。无人驾驶是哪里买的？可以跟你聊天。长发角色直接先来找你，不会啦，还有很多人，他们很多人都可以戴假发，不会直接来找我。Cambodia， 柬埔寨。长发很日系的感觉。Hello from UK. Wish I could ship and you over to Europe. 。Actually, you can choose the international shipping, and you has worldwide shipping service. So.仓储台北很远吗？仓储在基隆，所以大家看寄货的地方可能是基隆。基隆。Love from Singapore。Singapore， 吃晚餐了吗？还没。韩文看不懂怎么办？最近有什么见面的机会吗？明天直播线上见面，线上见面，感觉要塞车了。对了，要塞了。你了解柬埔寨吗？
我只知道吴哥窟，嗯，其他不了解。团长最近有看什么电影吗？团长最近有看《台北追缉令》。衣服真的很顶，朋友穿到狂魔六，哇，有跳舞哦，这么有才华，厉害哦！真的，我们真的是可以穿着运动的，傻瓜都穿着运动。基隆哪里？我住基隆啊！你要去打劫我们的仓库吗？不可以告诉你在基隆哪里。不可能英文这么溜吧？没有溜了，可以沟通而已。胖虎老师，胖虎老师，走右侧车道下出口，往泉东路。韩文问你为什么英文说那么好？有吗？哇，你看得懂韩文，好厉害哦！Just finish YTML. It was really good. Love the series. 赶 RPT 间隙了，什么是 RPT 啊？衣服到马来西亚了，马来西亚现在是不是很热啊？小瓜被 Q 了。哎、欸，对，台北追缉令有你了，对啊，明体的，原本 Andy 是有画的，我知道原本 Andy 是有画的，哎，可惜，我就是去看那两场戏，那两句话，那两句话的，没想到他没有讲话，我现场逼他说，跟我说，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已经忘了，我说不可以忘了，你就讲台词，你就讲，我已经忘了啦，给大家表演一下你，给大家表演一下你的。我讲英文哦，我讲英文啊，我们全部都讲英文，连那个忘记名字，谁？大飞？不是那个警探那个，那个警察，然后在棒棒糖哦，中妥妥中好哥，对，朵哥都讲英文了，帅哦，不热，现在雨季。Hi Andy， 一直觉得团长声音好像广播主持人光宇，好有磁性，好听，真的假的？我可以去当广播吗？哇，我这样子斜杠很多哎、欸，我现在想要做 YouTube， 想要自己拍片练习一下，然后又可以开 Podcast， 对，那我 Podcast 要叫什么？同归于尽。大家来听的一起都同归于尽。反正其实你 YouTube 跟 Podcast 都可以一起开啊，那个没冲突。嗯。Will and you have any film project in the future？ 嗯，Maybe。Andy， 就是说你讲话声音好听。团长有点分身术，请问团长这个司机要怎么运？要打车打 Andy， 打他就可以就有了。会来新加坡吗？新加坡，我其实有个妈吉，现在住新加坡，就是高中的妈吉。光与夜光家族，这些画面跟我的亚摩片段很像，真的假的？创业秘辛之类的。对，我应该拍个 YouTube 来记录一下我们每一次工作的样子，操劳的样子。对啊，我觉得是这个。我们昨天才在聊，其实我们蛮佩服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所有东西真的都是两个人，真的都是两个，没有任何的团队。我们的团队就是两个，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就是团队。我真的觉得 all by ourselves。对啊，我觉得用成这样真的很用心了。希望你们大家可以接受到我们的。用心，你懂吗？用心，用心是需要被懂得的。Andy, he driving, be safe. Oh, how cute! You guys are so much made in heaven. Thank you. I wanted to buy the new sweatshirt, but it was already sold out.We will available to pre-order on September 28th.
so it's not sale yet. So if you like the new series of NU Gallery, you can pre-order on our website since September 28th till October 12th. Yes. That's it. And we will ship around like October 15th. Yeah. Hope you guys doing well. Yeah, thank you. You too. 好喜欢 NU 的衣服哦。Be careful, NU. Hi, I'm your fans. I'm your fans from Hero.阿柔，装国外粉丝。Can you ask Andy if we have SA shipping if we order the item FA or SA？ 分享几个试镜技巧吗？哇，你有在试镜吗？试镜就是没有技巧啊，试镜就是单纯老板喜欢品老板觉得哪一个人适合。试镜这个事情从小试到大，这个视角感觉会晕车，不好意思。这也在想要不要说英文，但他完蛋了，还给老师了。Andy Kawaii， Your eyes are beautiful. Thank you. Where is your partner?You understand. SA? SA 是哪里啊？ SA? Where are you guys going? Go home. SA? SA 是哪里啊？新加坡吗？新加坡是 SI? 因为有那国家代码，我要查一下 SA。 Hey, from Indonesia.Love you so much。 最近有案子要拍的，发现自己会觉得有案子要拍的时候就去拍啊，不要紧张，就是我的经验就是会是你的就是你的，但你不能乱来，不能摆烂，就是你就好好准备，会是你的就是你的，不然如果每一次试镜没有选上就要怀疑自己或者是紧张的话，我觉得太内耗了。对啊，如果这样的话下来会不是很健康。Kazakhstan， 但中文，哈哈。How are you? I'm fine. And you? 对。好，我们到家了，差不多了，跟大家 say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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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ace out。俩在聊啥？没聊了，拜拜。Peace out。明天见。明天几点？九点。九点，对，九点直播，明天见。